大二的董董恩给您送来的花和礼物。祝合作愉快，友谊长存。才华送给爸爸，友谊长存。好大的一束 rose， 大清早就给你送过来了。我，说不起。您送我花给谁？何总好。本来跟苏总关系不错，难不成苏琪真的在追他？就我前任回来找我了。前男友，他也想找你复合？应该吧，不然他回来干嘛？对吧？余情未了，拉黑，不再联系。